水上分局水上派出所十八号接获台湾水上幼稚园外有一个绿地患者，疑似想要进入园区。环境到场来了解，现场女子是情绪激动，坐伫马路边，环境是无法度甲伊正常的对话。只知影伊讲身体无爽快，环境甲伊安抚，立即通知救护车来送伊诊疗。警方需要联系家属到病院来照护，是为女子有精神障碍的病史，半夜趁着家人无注意，独自来行出外口，家人是非常心急如焚的走出，好佳在环境及时来协助，家属也感谢警方热心的帮忙。水上分局来呼吁，可以自行在患者手上佩戴爱心手环，衫裤会使署名加联络方式，避免家人因为路途紧张而未记哩所有的资讯，让环境也在最短的时间帮忙找失者来找回回家的路。细心是蔡文东，最上香彩虹不得。台湾吼，一个遮市民知影讲来遮运动，赞赞。